来了，两位总冠军师姐，两大联盟。我觉得女人特别到了30以后很有魅力，很相信我们可以燃炸这个舞台，让台下所有人都看到闪闪发光的我们。四大舞台，比歌喉，比舞蹈，比表演，比魅力，谁能登上胜利宝座？我不是来玩的，我从来都输不起。那是一定赢。对，乘风破浪，9月24号起，星期天晚上7点，优频道和 MeWatch 同步观看。